欢迎露露，Hello Hello，好，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和现场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同打一个招呼吧。哎、hey,，Hello，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露，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到深圳，也非常可以，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一次、H、Our Glass 光合露台快闪店的开幕。嗯，我相信每次露露登场都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对不对？我们会发现。 今天很多粉丝朋友们是早早的就来到现场了，一直是很热情，还有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都在热情的互动和刷屏当中了。那据我了解啊，这是露露在二三年兔年第一次线下和朋友们来见面，是的，一下首飞，首飞是不是？那我问一下露露啊，呃，我们都说迎接这个崭新的一年，那面对二零二三年的兔年，你有没有进行哪些比较特别的活动来迎接崭新的一年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最近就是还是在《以爱为营》的拍摄当中，然后兔年的话，呃，前面拍的《长月烬明》《以爱为营》，还有《安如梦》，应该都会跟大家见面。嗯，嗯大家期不期待？期待确实啊，说到露露的每一个剧名，大家都是如数家珍的。但是呢，我还是要替粉丝朋友们问一下，那接下来还有哪些的动态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呃，首先杀青之后，下个月杀青，呃，基本上。 然后杀青之后就有新一轮跑男的录制，然后会进。哇，剧透啊！<laughs> 这是剧透吗？不好意思啊。 那这个啊，反正也开不了，没事儿。然后就是下一部戏了。<laughs> 嗯，好的。那其实大家会发现，刚才露露说到呢，最近一直是忙着以爱为营的拍摄。我们知道，在新剧当中，露露扮演的是一个叫郑书意的记者的角色。我突然发现，今天很多人拿着长枪短炮，你们很有当记者的潜力哈。那大家会发现呢，其实拍戏的过程呢，每天还是挺忙碌的。但是大家会发现、H、，Our Glass 和露露一直是缔结了非常深厚的友谊。那今天作为品牌代言人的身份，来到了、H、Our Glass，我们今天的雾光粉。 粉底液的开盒首发，那身份的一个变化，包括和 our Glass 合作了这么长时间，你对于我们的品牌，包括当初合作的气息，有哪些的感受，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是非常荣幸，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 All Glass 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品牌，因为它一直秉持着创新的理念在做产品的研发，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宝藏单品出现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值得说的是，All Glass 一直是一个非常动物友好的品牌，就是它一直坚持在呃产品研发和生产的过程中不去伤害动物，而且和动物权益组织也一直保持着长期的合作。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义的。果然是品牌代言人，了解的比我都透彻，朋友们。就像露露所说的，Our Glass 一直在坚持动物关怀理念，而且呢，我们的每一个产品当中均采用的是纯素配方，正是每一个生命的价值。那最近呢，其实刷了你的微博发现啊，大家被你刚刚发布的、H、Our Glass 全新的我们今天的雾光粉底液的一个宣传片所深深的美到了。那我发现啊，<laughs> <是>这个主题它叫做。 光合作用，对那对于这个主题，露露感觉怎么样？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个宣传片的主题就是我们，它它叫我们的光合反应，它其实就是讲述在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就不光是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好，包括一些外在的表达展示也好。其实这个宣传片它就是想要呈现人们内在的光和外在的光，两者去。 呃，碰触去产生的一些奇妙的反应，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嗯，确实，我看到露露在宣传片当中呢，也说了一句话，说其实是每次当你在进入角色的时候，就是光束开启的时候。那大家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光合作用呢，在你平时的工作当中也是挺微妙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和角色的一些呃灵感的启迪，包括你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和角色的交流，它也像在进行着一场光合作用。那露露感觉平时在拍戏过程当中，这个光合作用给你带来了哪些的变化？ 和哪些的感受呢？就是其实你每天都在和角色去进行光合作用，你每天都在过这个角色的人生，去经历，呃，可能你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去感受他的情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嗯，那你感觉说在最近的这个拍摄当中的话，呃，那现在拍的这个角色和以往来比的话，在光合作用上有没有哪些其他的不同之处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郑书意就是比较，就是感觉很多事情，可能我在平时生活中说一些话，可能就会觉得，哎呦，有点作作的感觉，有点嗯，有点奇怪。但是这些台词和这些动作放在郑书意这个角色身上，就感觉挺自然的。 啊、哦，我觉得这就是郑数宇给我带来的一些光合作用吧。嗯，我觉得刚才露露挖掘了我可能自己平时就不会去表现的一面啊，可以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光合作用非常的好啊，因为我们也是衷心的能够祝福露露，就像光合作用下一样，和角色一同欣欣向荣，共同的成长。那大家呢，在观看了这个宣传片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人评论都在刷啊，说。 被白梦妍美到了，所以呢，我想要问一下露露，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难忘和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对，这支宣传片的拍摄非常的顺利啊，首先也是见到了亚瑟姐。 啊、哦，初次见面，然后合作的也非常顺利。然后这一次宣传片用的就是我们全新的这个雾光粉底液新品。这个新品我觉得非常的好用，它上脸以后感觉很细腻、很清透。然后那个光一打，去棚里面在那一站，就感觉整个光妆面出来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就是效效率也很高，出片率也很高。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会喜欢的原因吧。 嗯，我感觉刚才露露说的，她今天来到现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体会，因为大家会发现啊，这么近距离的观看露露的皮肤是非常的细腻的，而且呢，确实是我们今天所没有的这种负面的效果啊，让你刚才跟大家说了拍照啊，多拍好看一点啊，多出一些片，给我瘦瘦一点，谢谢，<laughs> 好。 那其实呢，刚才露露说的非常棒，就是今天呢，我们的 l a 拉斯带给大家的这个雾光粉底液，它的这个雾光妆面啊，大家可能听起来呢非常的新颖，因为之前呢，可能大家会感觉说，底妆如果画不好，会感觉有些过于的油亮了。那在这儿，作为品牌代言人，我要替品牌考考露露啊，那这个雾光妆面，你感觉它所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觉效果呢？这个雾和光代表的是什么？和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哎、这个稍微有做一点功课来。 那雾呢？它可能就是在隐匿瑕疵的同时，做到脸上没有油光，呈现一种很高级的轻雾面质感的妆容。那光可能就是感觉像肌肤天生的一样，就是从内而外透出来的那种健康光泽。 我感觉露露更适合当今天的主持人，说的真的比我还要好，功课,啊、<laughs> 功课做得太棒了。那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雾面妆容呢，其实你会发现它更像是还原大家肌肤本真的这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在细腻当中是通透，在通透当中呢，为大家带来是很多的一个细节的处理。那我们知道啊，平时露露在剧组当中拍戏嘛，那经常可能是这个带妆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有的时候拍个夜戏啊，或者有的时候来不及改装的话，那其实对于这个底妆的选择还是挺严苛的。 那用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雾光粉底液之后，你感觉在持妆效果方面给你带来哪些的感受呢？但是其实我的肤质有一点不同，我属于那种中性皮肤，就是我其实不怎么，本来就不怎么卡粉。但是用了我们雾光粉底液之后，就更不卡粉了啊！<laughs> 对，那天其实拍了挺长时间的那个宣传片，嗯、但是一天下来就感觉也没有浮粉，也没有卡粉，就整个脸非常的服帖，还真的挺好用的。 大家想想主要是它的雾面效果，我觉得最近这也是一种审美吧。就最近感觉大家就没有说想要那种水光肌的感觉，现在想要往高级雾面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还是挺推荐大家用一下这款粉底液的。我突然感觉被露露已经种草了，朋友们恨不得现在立马就拿来一瓶来试一试。那就像刚才露露所说的，今天我们的 o u r Glass 带给大家的这一款呢雾光粉底液，除了在持妆方面非常的这种均衡，而且非常细腻之外，其实对于很多呃化 化妆的新手小白来说也非常的友好，因为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如果第一步底妆没有上好的话，可能过了一会儿啊，这个肤色由明变暗，然后呢由清爽变得油腻了。那在用了雾光粉底液之后，在这种颜色啊，包括说这个出油的这种方面上，露露感觉怎么样呢？在它的一些细节方面，对，它是它是上脸就很好推开，然后很清爽的一款粉底液，它又不会让你觉得妆感很厚重啊。 对，我觉得它还蛮蛮好用的。嗯，而且相信大家平时呢也是经常关注露露的微博的，有非常多平时的自拍，大家喜不喜欢？<laughs> 很多人都在底下会说啊，露露平时的妆造也是非常的百变。那平时在这个化妆的过程当中，既然今天咱们的新品呢是和粉底液。 雾面粉底液，它是和底妆有关的。那在这儿，我们也有请露露呢化身一个这个美妆达人，和大家分享一下。平时呢，在使用这款我们今天的雾光粉底液，在上妆过程当中有哪些的技巧，或者有哪些的心得，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合作了，有我有这么多活动嘛，然后我的化妆师我也合作了好几个化妆师。我会发现，我跟大家讲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化妆步骤，就我本来就是按照。 我们平常就会先打底，然后画眼妆、画眼线。但我的化妆师他们全都是先画眼妆，画完眼妆之后，他先你先润一下你的皮肤，然后画完眼妆之后，你再去上底妆，这样会更好一点。然后在上底妆的时候，你可以呃在海绵蛋上稍微的喷一点水，这样会更加的服帖。嗯、哦，大家记住了吗？我突然发现，就是今天 get 到了一个新的化妆的顺序：先画眼妆。 之后再画底妆，眼妆画完了之后再画底妆。然后底妆的时候，如果用了今天 o u r Glass 这款雾光粉，那就更好了。哎，它平时你刚才说是在海绵蛋上轻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颜色不均匀啊，包括说颜色会和肤质不贴近的这种现象吗？会会会。哦，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之前的一些，对吗？那用了 o u r Glass 这款之后呢？就完全没有。哇，真的就有这么神奇吗？对，很好用。因为今天我感觉露露整个人带给大家就是，除了平时在剧组拍戏非常的认真，我今天用的就是，嗯，今天用的就。 就是我们的这个底妆产品，对不对？嗯嗯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平时在化妆方面有技巧之外呢，还有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露露的一些作品啊。那平时呢，在这些和角色的互动交融当中的话，刚才你也说到过了，它其实就像是一种光合作用。其实呢，最早关注露露，大家可能通过像《周生如故》啊，包括我们今天前面之前播过的，呃，半是甜蜜半是伤啊，还有蜜糖半是蜜糖半是伤，然后还有正在拍摄的我们今天的《以爱为营》，每一个角色。 如果让你来挑选的话，这些角色当中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个印象都，我我其实他们都知道，我对我每个角色都挺上心的。我觉得每一个阶段、每个角色对我来说的意义都不太一样吧。那可能接《以爱为营》，就是我觉得想要嗯心情好一点啊，想要这段时间是一个放松的心态，然后就接了一个这样一个比较轻松、比较愉欢快的一个剧本。 啊、呃，可能后面我可能就是想要挑战一些可能呃，哦主旋律啊这种比较厚重质感的剧本，对大家期待吗？期待，想要的都会有的。<laughs> 其实我相信大家非常期待的是可以看到露露在荧屏当中能够塑造一个又一个不同的角色，带给大家的这种角色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心灵的共鸣，因为很多人会说在露露的角色身上。 似乎看到了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子，或者自己渴望成为的影子。那这个当中呢，就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我们的快闪店叫做“光和露台”一样，代表着光芒，沐浴着阳光。其实呢，大家知道吗？今光和露台哇，其实今天啊，露露也是今天“光和露台”的第一位参观者。刚才来到我们快闪店当中，感觉怎么样呢？和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哇，这哎呦，亲上了，不好意思。 这里面的光真的很好，拍出来真的 <laughs> 很漂亮。嗯、对，那哎呀，吸不动了，记得给我，记得给我修一下啊，记得给我瘦一下啊。嗯，好的。那今天呢，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在直播间当中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那还请露露和我们现场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来分享一下还有哪些话要和大家来说。 对，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个光和光和露台快闪店的开幕，非常开心可以见到大家。希望大家都好好生活，生活愉快，然后身体健康，要多多支持我们的 our glass。嗯，好，非常感谢露露。而且我知道露露其实今天呢是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对,对对，一会儿在直播间还有我准备的礼物，所以希望大家、哎、对,对对对，嗯、不要不要换台。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守候在我们今天 our glass 天猫小黑盒的官方直播间当中，有更多。 的惊喜福利带给大家。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有请露露和我们今天到场的来宾一同见证今天 ourglass 雾光粉底液天猫小黑盒首发的点亮仪式。好，我先来帮露露拿着我们的话筒。那接下来的话呢，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优比例中国总经理罗烨。欢迎您。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天猫美妆总经理阿布，欢迎您。 同时，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 o u r Glass 中国品牌负责人三米糖，欢迎您。好，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天猫小黑盒负责人飞丹，欢迎您。同样，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天猫美妆大客户及奢美线负责人 Amy。让我们欢迎各位来宾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好，现在请我们的各位来宾将您的手放到我们的启动小黑盒旁。好，我们可以稍稍聚拢一下。 好，让我们现场和直播间的观众一同倒计时三秒钟，共同点亮三、二、一，点亮。 好，让我们再次响起您的热情的掌声。同时，也请大家持续锁定在 ourglass 天猫小黑盒。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雾光粉底液开盒首发的仪式现场，稍后在直播间当中还有今天露露带给大家的亲笔签名照。我们看到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雾光粉底液已经冉冉升起了，带给大家呢清透的质感，还有像露露一样美丽的妆容。请我们的各位来宾呢，将您的手放到我们的小黑盒之上，一同看向官方摄影师来合影留。 留念，好的，我们可以稍稍往舞台中间聚拢一下。好，请看官方摄影师。好，三、二、一。好，谢谢各位。现在，请将我们的直播画面转回到广州直播间。有请我们的各位来宾，一步向前，一步，再来一张大合影。谢谢各位。嗯